在台北，还有监督在哪里呢？他没有，他没有。当时呢，只有很多秩序、民房、保险、半岛各个地方，看查找风水、瑜伽最好的地方。那找来找去呢，我们终于就是来到了这边。来这边以后，看到当时冬天。 直接过来，来给你们展示一下。